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一些在越南很常用的成语或俚语。那等一下我会去菜市场买菜，顺便教你们。我要从哥哥的钱包里面拿一些钱出来。那突然你发现钱在钱包里面不见了，找不到了，可以用空赶马掰，空赶马掰，没有翅膀就飞走了。对，不翼而飞，空赶马掰。你在我面前这样拿手，这样不算不翼而飞吧？老公的钱就是老婆的钱。好，走吧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破财消灾怎么讲？果立贪鬼吗？果是财产的意思，啊，立是走了，胎是代替的意思，鬼是人，啊，果立贪鬼。好，去买菜了。好啦，走。牛肉。好，快啊！不要请我，不要请我。两群朋友出来，来。不要。好。不要啦。老板一直跟我讲英文。那个。不是。这是两手抓鱼，搭嘎嗨呆，意思是脚踏两条船，所以我们不能搭嘎嗨呆，知道吗？哦。我刚买了半斤的牛肉，给单辣người nửa cân，给单辣người nửa cân，半斤八两，越南语也一模一样，但是我们的八两放在前面，然后半斤放在后面。OK， 好。竟然今天已经进厨房了，所以我们少不了姜。更干渣干盖，更干渣干盖，意思就是姜越老越辣。啊，那跟中文完全一样。完全一样啊，对啊，所以你看，学越南语很简单吧？那我又想到一个跟鱼有关的，我要拿鱼出来，然后再讲。好，鱼出来。讲什么就要有那个东西，大家才有印象。视觉化学习。嘎空安梅嘎恩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买鱼回来，你不腌盐巴，它就会，就是它不新鲜了。Uh-huh. 对，爸爸妈妈会跟小孩说，嘎空安梅嘎恩，你知道吗？意思就是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你不能不听啊！如果你不听的话，你以后长大就变坏人啊，怎样？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解释。这个很有中国儒家的风范。嗯，对啊，嘎空安梅嘎恩。所以我们要赶快腌鱼。嗯。像我们在学中文的时候，开始煎鱼的时候，鱼，就会学会鱼了。对，现在学越南语，嘎然。本来养了这些乌龟。现在位置不够，所以要把它放在院子里面。搞没内裤，对不对？哥哥是哥哥搞没内裤吗？还是姐姐？啊？你从来没有喜欢过他吗？搞没内裤就是喜新厌旧。哎，笑什么啊你？嗯？帮他们洗个澡好了，换个水。就是在形容某一个人很喜欢爬在别人头上。翘头鬼狗，不能翘头鬼狗，别人知道吗？
B 我又想到一句了。嗯。小车没有人扔，狗小猫毛多，就是他们其实毛都很多啦。嗯。啊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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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嘛？他们毛都很多，但是还互相笑鼻子。哦、啊，你毛好多哦！啊，你毛好多哦！这样。兄弟笑。哈哈哈哈哈。哈哈哈哈哈。兄弟老了、啊，走路都一拐一拐。接下来的这一句跟花有关系，每季每花每芽每茎，每季每花每芽每茎，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。越南语的意思就是一树一花一家一个背景。对，每季每花每芽每茎，每季每花每芽每茎。嗯，每季每季每花。某一年，某一年，某一感，某一感，对 ，OK， 好，好啦，今天最后教大家一句“不醉不归”，空塞空尾，空塞空尾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，对，空塞空尾，空塞空尾。空塞空尾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